说你爱我还是爱他，趁现在喝了酒什么都不怕。说你心里有什么话，就一次说清楚，别跟我装傻。到底我是你的谁？千百种先生，支票已经给您存进去了。谢谢啊。不用谢。房间了，他们去找你吗？完蛋了，先生，我上工要迟到了。哎，小宝，事情先不要说了，我要先到工厂去了。竟然敢反锁，存心跟我杠上就对了。喂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是条汉子的话，你不要当缩头乌龟。莫名其妙炒我鱿鱼，还随便给我安个什么罪名？你给我解释清楚，
什么叫手脚不干净啊？我这辈子最讨厌被人家冤枉了，亏你还是老板，说话做事不清不楚的，以后还怎么在商场跟人家混呢？好啊，不敢出来面对吗？我坦坦荡荡的，不怕当面对质，为什么要躲起来？你以为你躲起来，我就会罢休吗？我告诉你，你今天不给我一个让我心服口服的理由，我就不走。我丁晓彤从小到大没有这样不清不白过，就算你要指控一个人杀人，也要找个杀人凶器啊。我告诉你，我不是要赖你，我只要讨个公道而已嘛。我就弄透过你的钱了，在你眼里我可能什么都不懂，但是我最少要明白做人要清白，要不然你去找公安来评评理，大家当面来对质啊，看看你无赖人过不过分。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，你会怎么想啊？你出来啊，出来啊，出来给我解释清楚。喂，我说你这也太饿了吧。嗨，他呀就是这个样子，只要一生气就拿吃东西泄愤。是啊，气成这样还是这么瘦。哎，小彤你就别生气了嘛。其实我觉得高峰也不像那种冤枉别人偷钱的人。在这里混呢、啊、到时间马上给我走人啊。哎，张姐、哦、小彤她今天我都听见了，你们声音这么大，连小彤家乡的那个湖南人都听见了。那么夸张啊。小彤气是没有用的，要给这种有钱有势的人教训方法只有一个。什么方法？那就是励精图治，奋发图强。说的比唱的还好听，像我们这种阶级哪来的奋发图强啊。哎，你刚好说到了重点，咱们如何奋发图强？咱们就用唱啊。张姐你是说歌唱大赛？对呀，我们要是能够在唱歌的大赛中崭露头角，那不是既成名哎又赚到了钱，到时候谁还敢瞧不起你啊。这个好，不过以这个条件来讲呢，我是小彤的最大劲敌，可是为了好姐妹，这次啊我和招娣就全部退出，供小彤挤上前几名。好，好啊。小彤，我们这些人就全靠你了。嗯，好，我丁小彤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的。嗯，来为你加油，来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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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哎，哪位？请问你是高峰高先生吗？哎，我是。你好，我是天使孤儿院的院长。我听说您是专门处理危机的专家。这边就得关门了。目前呢，我们院里还有30位小朋友，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话，他们必须啊各自分送到不同的孤儿院了。小宝，给高先生上茶。对不起，不许！对不起，进来到外面偷东西、偷钱，你给我站住！我真是舍不得弟弟妹妹们挨饿，我才会是偷偷的进那么多的钱的，我以后一定会还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院长，给小朋友一个机会吧，不管他去偷还是抢，为的也是其他院里的弟弟妹妹。这个我当然知道呀，可我没想到他这回竟然，要是不教训他，他以后会惹大祸的呀。让我来好好跟他谈一谈吧。小宝，叔叔问你，这是偷钱汇款，整件事情是你一个人想出来的吗？那小彤姐姐为什么帮你？那是因为我骗她的3块钱是婆婆给我的钱，我又不会汇钱，所以只好让小彤姐姐帮我汇。高先生，你那笔钱我会想办法在短时期内还给你的。不用了，小孩子知道错就好了。这笔钱就当成我捐给孤儿院的吧。高先生，太感谢你了。小朋友，你们想跟叔叔说什么呀？谢谢叔叔，耶耶耶耶！喂，你好，我叫高峰。我前两天有给你们通过电话。哦，高先生啊，您还需要应征新的女佣吗？不是，我是想跟你们中介公司说，其实那丁小彤没有偷钱，是我误会她。我想请教你们一下，我要怎么联络到丁小姐？高先生，您上次说了她手脚不干净之后，我们是再也不可能介绍她去别的地方了。当然，他的联络电话和地址，也就是。
确认确认。哇，好香啊，这个。用松开的手合进你领口，再次该换我送你温柔。天冷了以后，原来你需要我，只是因为我可以替你打扫，当你的小阿姨呀。我没有这个意思，你不要抓我语病哦。那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这个家要有个女主人才像个家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愿意娶我喽？
干嘛啦？我全身脏兮兮的，而且我都还没打扫好啊。你想太多了，我们要干嘛？我是要你赶快去换衣服，陪我吃顿饭。啊啊，好，我知道了。我们的明日之星登场喽！为什么他的鼻子两侧和腮帮子颜色都那么黑啊？你懂什么？这是专门为了上舞台而画的舞台妆，只要灯光一打，这个鼻子才显得立体啊！哦，腮帮子画成这样呢，也是为了更加像鹅蛋脸。秀秀，我是去唱歌比赛。又不是去唱戏，我怎么觉得就活像一个唱昆曲的？他这是去参加歌唱比赛，不是去参加马戏团的表演。来来来来来，洗掉洗掉，我来帮你画。我以前啊可是专业的化妆师啊。洗掉？哎，没时间了，张姐，我约的伴奏师已经在路上了。喂，你觉得我这个样子，我会有勇气顶着这个妆出去吗？我还是洗掉算了。好了。怎么样，小童，现在怎么变成艺妓了？我觉得就是一个鬼打墙嘛。我觉得更像纸扎人。啊，张姐，你怎么会画一个死人妆啊？你以前不是化妆师吗？对呀，但是在殡仪馆工作呀。啊！啊，算了算了，我洗掉算了。不化妆啊，比什么妆都好看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啊！你不化妆比任何明星都好看。那李慧呢？除了她以外，哎，你不能让小童知道啊。我们今天啊还要上班，小童啊就交给你了。没问题。好久没有泡咖啡给你喝了。看看有没有退步。哎，你怎么还穿着睡衣呀？我已经快来不及了耶。我李策已经帮你叫好了，不会让你迟到。你真的不打算陪我去？你去当评审，我去也没事做啊。我在家等你就好了嘛。不管啦，你不陪我去我还更无聊哎。而且我衣服都帮你准备好了。真的不想去吗？你这跟我去一下会怎么样？快点！那这是我在家里找到最干净的一件了，你赶快穿起来。乖啦！喂，帮我打下领带。我什么时候帮你打过领带？你自己打啊。哎呀，好了啦，不要打了啦，又不是要去开会，我已经快来不及了。我下去换双鞋，你快一点哦。那个伴奏老师说是跑错会场，正在赶来的路上，你要不再等一会儿？哎呀，下一个就是我了，啊，就算我能等，评审也不能等啊。哎，哎，你小时候不是学过单口相声吗？要不一会儿上台，你先说一段，偷偷时间。你在说什么啊？干嘛你不上去打舞狮舞龙的打一套拳呢？我好久不练，有点生疏了。哎，其实也行啊，这样吧。我一会儿上去打一套，给你挡一下。喂，拜托，我随便说一说而已呀，啊。就算是我们上台说相声，
你去打拳什么的，这是唱歌比赛啊，他们肯定会把我们轰下台的。那你说怎么办啊？只能硬上了，那还能怎么办？老师说还有多久到啊？他说就在路口了。我是复兴咖啡店店长，你结束客户。好，谢谢戚薇小姐精彩的演出。谢谢。哎，完了，轮到你了，怎么办？对不起，今天来给我伴奏的音乐老师因为跑错了会场，所以迟到了。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给我再多等两分钟的机会，他已经在路上了。你这个怎么办？赶紧进来吧。好，那我们就再多给你三分钟，时间到如果人还是没来的话，我们也只能取消你的参赛资格了。谢谢。好，那导播全场休息三分钟。皮包放你包包里忘了拿。看你这记性，皮夹懒得拿放在我这边，还老是忘东忘西的。小彤小姐，你只剩一分钟了，你确定伴奏老师会来吗？小彤，不要再问了，他为什么会突然出现，为什么上台来帮我伴奏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。哎，可是哎呀，
我没有德明前妻够差的了，你就不要再烦我了好不好？那好吧，我去帮你把自行车推过来。嗯。小童，嗯，今天谢谢你啊，高先生。我有。请你的小阿姨帮你缝扣子啊。我刚刚已经跟你说过了，我会出手帮忙，纯粹是因为我之前诬赖他，所以我想要弥补。弥补？弥补什么啊？我真是不明白耶，他不过是一个佣人，
干嘛栽他？干嘛弥补他？佣人也是人，他跟我们一样会伤心会难过，甚至一样会猜东猜西，不信任自己的男朋友。既然佣人也是人，那就表示你也有可能爱上他咯。你还记得这音乐盒吗？有一次你看到我跟一个女人在 hotel 门口讲话，气得要跟我分手，不管我怎么跟你解释都没有用。结果后来证实那女人是 hotel 的老板，结果你买这音乐盒跟我道歉。所以，你还想买一个音乐盒跟我道歉吗？真的对那个小阿姨一点意思都没有吗？我要是真的跟她有什么，我会选择在你面前替她上台伴奏吗？谁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？没事了，我去找针线包缝扣子。哎呀，不要催，不要催嘛！要吃好东西是要有耐心的。来来来，哇，看起来很香啊！好香啊，姐姐。哦，对了，你不是带了20万去投资西塘的餐厅吗？现在那边生意怎么样啊？嗯，还行吧，生意不错。等我赚够了钱，小童他就能嫁给我了。我说你这个大笨牛啊！你以为小童是我啊？他又不爱钱的。他不爱钱。那他爱什么？真命天子。真命天子。哎，那依你们二位看，我要怎么样才能成为他的真命天子啊？依我看嘛，帅是够帅，这个身材也 OK， 可是。可是什么？可是你脑子太笨了，所以发霉了。哎，你脑子发霉，就是没脑喽。小童喜欢的是聪明人。我真的没脑吗？那好，我问你个问题：小童丢掉小阿姨的工作，你安慰过她吗？小童唱歌比赛没有拿奖，你鼓励过他吗？好像也没有。那就是没脑喽。啊！干什么？我想起来了，真命天子这四个字，小童的姥姥说过。姥姥？小童的姥姥说过，这世界上第一个送他戒指的男人，就是他的真命天子。哎呀，难怪我想我成不了小童的真命天子。这是哪一国的怪力乱神啊？哎，不过说真的，吕信，你跟小童结过婚，为什么你没有送过他戒指啊？哎，别提了，这都怪我老爸，非得搞什么尊心古礼的仪式，害得我结婚那天没有送小童戒指。哎，不过这一切还有挽回的余地，但是得请二位多多帮忙，多多帮忙。哎，小童回来了，这摊事搞怎么样了？
小童啊，祝你现在还没有找到兼差的事儿，不如这个星期我们去西塘玩吧。去玩？我现在连糖葫芦都买不起了，还要去西塘。小童，吕俊在那边投资了餐厅，咱们也总得去看看吧。餐厅是他投的钱，让他去看就好了。哎呀，放得轻松一点啊，心急啊是吃不了热豆腐的，说不定你一放轻松，好事马上就降临了。对呀、啊、好吧。小童，你在西塘干嘛？想不想扭蛋？真的有扭蛋呢！你干嘛戴草帽？为什么要穿粉红色西装啊？小童，虽然你到现在还没有答应再嫁给我一次，但是我今天依然要把这个戒指送给你。我是因为配合你、体谅你，所以才不告诉你那个 party 的事。如果你真的为了我好，明天陪我回台湾。明天我们都穿着指定的服装去西塘，看我们会不会这么巧的遇到对方。你真的是李慧小姐，我是你的影迷，我叫吕俊。Steven 先生。What's up, girl? Tiffany, 你是 Tiffany 吧？